中文大學地理及資源學系客席教授林超英指，收到機管局一份顧問報告，發現當局錯誤推算機場第三條跑道填海工程之後海上交通意外的風險，亦都低估未來龍鼓水道的船流量。我用正確的方法計算，就計到那個風險水平是高過他們那些水平是以萬計的倍數的，因為他們中間就亂咁除咗一個數，亂咁除咗一個數係1200萬嘅。咁我用正確嘅計算得出嘅結論咧，就是社會風險水平喺環評條例入邊嗰個框架嚟講咧，係社會不可接受嘅。佢又指，顧問報告顯示，三跑西面有一台由深圳政府管轄嘅轉油台被列為必須排除嘅影響。佢指政府從未向公眾披露轉油台對飛機升降嘅影響，促請香港同埋深圳政府認真協商解決。